杂食惶惶之行，老乱对象逐个数。就在人妻御美被踢爆背夫偷食，暗交无线小生黄子恒之后，可谓引起全城热话，亦都因为呢件事令到黄子恒一夜爆红。不过对于呢位无线身唔符之一嘅黄子恒，有传佢系沟女圣手，而且目标唔理老乱，仲好识投其所好，冧尽老中青啊！至于佢过往嘅追求对象系边个，依家就同你作个数下啦。就在前年，仍属恩星行列的黄子恒就被拍到同无线上位小花李佳芯密游西贡，撑拖脚食烛光晚餐，最后更加一起回了男方的寓所。不过在绯闻传出之后，两人当然力排否认，表示不是情侣关系啦。而在去年，艺高人胆大的黄子恒更加尝试高攀女神吴若希，被拍到二人在赤柱撑台脚，然后漫游沙滩。不过不幸的是，事件曝光之后，黄子恒就被吴若希喜爱，更加笑指当她是姐姐，真的听到啊，都 feel 到阵酸味啊。此外，虽然黄子恒同玉美发展了一段非一般的关系，不过外界又有传黄子恒一边偷食人妻玉美，另一边就狂沟新剧未上天开的对手朱晨丽，两边同时展开攻势，认真多心。当你以为黄子恒的追求史咁就完的时候，唉，你太天真了。除了上面那几个对象之外，有传黄子恒踩过街，冧女冧到连新闻之花都不放过。他在无线镜天偶遇当时未嫁的女主播罗玉敏，仲主动搭讪抄牌，之后甚至用相同的手法透过罗坤满的前度张文彩。照今睇嚟啊，将杂食王呢个称号颁俾黄子恒都不为过啊。